16。超過60歲，家庭主婦冇職業啦。我54。休噶，打波啊。我依家80。32歲。我24歲咯。喺教會做嘅。我65歲啦，退休啦。32歲。老師，我覺得因為呢個疫情，我哋困住咗屋企好耐咯。咁加上經濟唔係咁好啦，咁如果政府再有呢啲措施嘅話，咁的而且確可以刺激到，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市民更加積極去打針咯。打疫苗會有啲相應嘅獎勵，咁會令人哋會更加願意 去打疫苗。有當然多啲，多咗誘因嘅。咁但係你話咪會唔會好大誘因？咁啊，又唔係嘅，因為你始終都要打嘅，只不過係嗰個時間問題啫。我都係會揀翻北京啊，或者係日本嘅。北京就好耐冇去過啦，應該有幾年。去日本睇櫻花，仲嘅美國，因為有親人啊嘛。加拿大，我好想翻加拿大。因為加拿大我有啲事要辦，同埋加拿大有朋友，我想去西藏啊，或者係去深圳食嘢咯。因為其實之前咧就對大陸唔係好了解嘅，咁但係咧喺呢段時間咧成日睇到即係抖音啊嗰啲啦，咁介紹大陸啲嘢好食啦，啲景又好靚啦，即係其實我哋大陸係靚過歐洲嘅原來。大家齊心一齊去打針咧，係可以貢獻到呢個社會，我哋可以為呢個社會做出嘅一小點嘅一個力量咯。我未打針咪打咯，因為對自己健康好啫。咁我覺得係唔使驚咯，因為而家已經有好多數據啊，都疫苗已經注射咗咁耐，咁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安心係時間咯。如果大家唔行出第一步嘅話咧，其實即係你嘅生活，其實你都會喺個框框裏面啊。你係咪想咁咯？困住喺四埲牆咯？如果唔係嘅話，勇敢啲啦，好似我咁啦，我都怕㗎。希望疫情可以快啲完結咯，大家可以除翻口罩。希望都有好轉啦。希望香港經濟恢復翻，大家可以多啲笑容。